立法院中心会馆电梯频频出状况，被不少人戏称这是大怒神。韩国瑜今天傍晚呢到中心大楼去视察电梯状况。韩国瑜在脸书上面写下，他到各个立法院的楼管呢，把每一台的电梯跟消防设备都检查一遍，亲身体验每一台电梯搭起来的稳定度。韩国瑜强调，每位使用者的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，希望能够在立法院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发挥最大的议事功率跟效率。另外，韩国瑜在视察过程当中呢，搭电梯到中心大楼12楼本来是要拜会副院长江启臣的，只是江启臣刚好到行政院去拜会，韩国瑜呢就继续视察大楼内的情况。网友们也留言回应说，韩院长工作超认真的，大家开会记得要守规则哦。有人说韩国瑜真的是亲力亲为，有人留言立法院的大家长您辛苦了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